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奖项。对，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，是旅行生活类年度得主。得奖的是，请看。这个超好看的。Oh, thank you. 今天的色彩节纯粹是跟大家互相庆祝冬天的结束和春天的开始，也是让坏和消极看到他就想要抓 Pokemon。刚刚跟他 Game Fan 跟我熟哦，来拍照 ，1, 2, 3，Pokemon Get the Target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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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给他 solo 拍一张好了 ，solo solo solo， 我们这个风格名人大赏的奖杯 Get the Target， 好了。一直在闹，来，我们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得奖感言。嗨，气上说 ，sorry， 抱歉，抱歉，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刘佩，刘佩，耶，谢谢大家，看到你就是开心，看到你很开心，对呀、啊，终于是了，嗨，你好，今天哪里有那个 Pokemon 可以抓、啊？应该到处都有，对，哦、到处都有，因为他的频道都会告诉，就是告诉大家说哪边。有一些特别的，我原本是因为喜欢抓宝，然后就到处出国来抓，然后后来就变成旅行 YouTuber， 我觉得 that's okay cool 哦，不错，错，对啊，所以真的我觉得可以得到这个奖，也就是很开心，也蛮惊讶的，对，因为抓宝得到这个奖也蛮特别的，对啊，但他是专业的抓宝人士，专业这个有分专业的吗？有，他超专业的，有吗？你真的是 professional， 没有哈，and your girlfriend's really cute， 哦、oh, 对对对 ，and where's Megan？尴尬了，他在看电影啊，他在看电影，这么重要场合他在看电影，对，真 really， 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有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你可以来现场吗？他说，no， 我看电影，我就哭，你知道吗？我大概哭二十分钟，你是真的哭二十分钟？开玩笑的，效果而已，没关系，但今天得这奖可以回去送给他，对对 对, 對、啊，可以送给他。然后今天刘佩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，他的 YouTube 频道呢？最近好像满96万，对不对？96，对哦，你有 follow？ 我是你的 followers， come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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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拜托。那今天你的任务就是要让他破百万。今天吗？对啊，因为今天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多 YouTuber 在现场，你跟瓜吉聊个两句，有没有？请瓜吉帮你分享一下。他现在，你看，我讲到他就现在在装忙，有没有？他不想理你。瓜吉哥哥，那个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他的频道可以吗？哦，他说好，他说好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对啊，然后还有啊，很多很多，哎，你看那个很多啊，现场都现场的人如果都帮忙分享，应该就可以到100万了。你就去大家的频道，就是互相 featuring， 有没有 featuring？ 好，互相 featuring and you 就没问题。One million. 为什么突然间讲英文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你看到他就想讲英文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用英文跟大家讲你的感言啦、啊。确定吗 ？Yes. Okay. Thank you, everyone. I'm so excited to get this Condé Nast Social Influencer Award. I want to thank Vogue, GQ, and all my fans. And I 但我想用中文，因为中文比较多人听得懂。Okay, whatever. Okay. 我要说的就是大家都有梦想。Yes.那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呢，就往前走，继续努力下去，不会失败的。只要你有努力，你有尝试过，就一定可以的。没错，你最棒，你最棒，你才最棒。谢谢刘佩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请坐。他的频道很好玩，很可爱。